扫黄并不是2014年才开始的，之前很多年都在做。有一些基本上是警方刻意带着这些媒体的记者去拍或者是报道他们的行动，那他会提前通知你，就是今晚有行动。当然他不会告诉你是扫黄还是禁毒还是别的什么行动，他只告诉你几点在哪儿集合。但是从他们行动的整个过程来看，基本上都是策划比较周密，甚至不排除他提前安排人就在里面。怎么样算成功的行动？就很典型的，就比如说有一些扫黄破门进入了以后，警方控制住你了以后，他是肯定不会让你穿把衣服穿上的，他要留证据啊，他拍好了以后你才能穿，他要抓现行，要有交易或者是两个人正在交易的时候才可能是说你违反了什么什么什么。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被控制了以后，他们有的在哭的，或者有一些很难受的都有。现在我找是找得到，只要一张名片打个电话就找得到。现在还能找得到？100块钱的。那边有些年轻的还是有的。哪边？哎，30-40块钱的，在大明堂。那些野鸡嘛，那些站在巷子里面的，我都转来转去，都巷子里面有的。你的进展是够吗？我肯定，我没事做，我肯定转来转去嘛。那你怎么判断说他就是小姐？我一走过去，他问，他说要不要去玩？约你去玩，他紧张死了。他我一走过去，他说，哎，要不要去玩？这个野鸡和小姐的区别是什么？野鸡就是反正，那些便宜的嘛，30-40块钱一次的。站在那些巷子里面的，他们站在那些门口。现在因为去玩的时候，不安全嘛。你带了多少钱，全部收掉你的。哦，他会就是有人瘦身嘛，对，70、80的、100的都比较安全。扫黄过后也不可能说100%完全的杜绝，有的一些那个毒客呀还跟妈咪有联系，他们为了生计可能还会接一些私活吧。这个你刮一住酒店，马上妈咪就过来给你发名片，需要服务找我，六小妹可能会上门服务，价格呢可能会比以前贵个200-300块，差不多这样子。前段时间我就把这些东西发给我那些客户，现在这个时候能找到这个客户都觉得你是万能的。我以前一直都致力于做万能的，你知道吧？在酒吧那当时做业务的时候，任何一个男的女的都好，他想要什么我都给他找。像这个，像这个 SM 调教，哎，你看到没有？女王 ？No， SM 是那个变态。这个他没有说要没有说要去做这个交易。以前就是写个你懂吗？但是我来自东莞，刚失业，你懂的吗？他们在通过各种社交软件，然后上传一些裸露的照片，然后就很照片，然后加 QQ， 加完之后呢，他们有很多方式的。就我们三个女孩子今天在这个酒店开房，开完之后就在就是那个说说上面发一条说说啊。我今天在这里，然后电话，然后就
就是你想去的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去那间房，具体在那间房就行了，然后明天又在那个酒店，然后又发一下我在那里。我知道哪里有便宜的，小平便宜，怎么搞？帮我搞好吗？谁说我便宜啊？说我便宜又不来，哼！搞定了，好贵。那你看，他会发自己的一些洗澡的一些照片，就是他聊天当时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发出来的。反正就在这个群里面招客的这种感觉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那个视频上面呢，视频上面有一个群视频，然后一些进行一些裸聊之类的一些东西。其实做了有很多年的社会新闻的记者，我认识了一个桑拿部的部长，把他手下就几个比较好的关系比较好的做这个行的失足妇女带去澳门做短期的生意，回来再续签，再过去再带一批，每次带几个，但这只是少数，大部分回了老家，一部分留在东莞观望。做金豪酒店是不是啊？酒吧的话，比如说红粉佳人啊、纯铁啊、皇后，就是这三个大酒吧了，是不是？现在基本上都关门了，几乎都关门了。像之前还有一些晚上的话，还有一些小姐，现在几乎都见不到嘛。我2008年也在一个酒店里面做过，那个时候的大款哥都每天背一包钱，一人100的那种给小费啊，从下车开始，从电梯开始发，一直发到楼上，你看到谁叫个哥就他就掏钱给你，我没见过这么少的。做小姐做服务员的都是真的开奔驰宝马，现在都基本上没有。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直接干死了对吧。媒体报道它相当于东莞能够创造500亿的 GDP， 有这么大比例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否认它会带动周边很多很多的这种小服务业，比如说出租啊、化妆啊、酒店啊，这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存在。如果这些小姐们都走了，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顾客呢？没有人再去光顾她们了，她们是最先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化的。东莞现在这2个月只要有异性接触的行业基本上都关了，以前都笑称东莞是最黄的城市，现在是东莞是最白的城市。到酒店你知道吗？知道。现在酒店生意好吗？以前呢花花用用剩了还能剩个3-5千吧，现在3-5千都不保了，做这一行没赚到钱，还要养小孩，很累的。我们一天干19个小时的，坐在这里整个人是处于东亚病夫吧。为什么呢？因为扫黄扫的。这一次扫黄确实是很彻底很彻底。你说现在叫我们司机啊，或者叫什么人去帮你去找一个去，需要这一种方面的，确实是没有，东莞现在确实是没有。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意很难做，现在东莞的出租车司机有30%已经打了后路了，其中包括我在内，我这个车10月份到期的，我到了我就不做了。
其实呢，我们调查，像东莞这种所谓的管事服务，其实不是说零几年开始，是从90年代末开始的。其实也不是东莞创造的，只不过东莞是一个除了信都以外更有名的城市而已嘛，对吧？东莞是经济是地级市的第一，年轻，充满梦想，充满荷尔蒙。这个城市和中国其他的附属的城市是一样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光明正大的，也有些藏污纳垢的，你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它都有，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觉得小姐和小三儿二奶本质都是一样的吗？我们这里的学生1600元，这就是东莞 SO， 动作统一，价格规范，童叟无欺。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大开眼界。